给你，给你嘛，给你嘛，好不好？你说的啊，啊，你这个先给我放回了吗？你说的啊，我说的，我说的，办，我说的，我说的，购买了一单，好的，好的，让他先给钱，是不是？让他也算是有孝心的人了，直播间姐家人们，他也算是有孝心的人了。他爷爷一直咳得厉害，那大家都知道，贝母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对不对？那他也算是，哎，他说他觉得说在我们这里看到这么好的东西给爷爷带，他也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人了，也不说有良心吧，善良吧，善良吧。他慌了，他看到我要卖完了，他慌了，所以他上手去抢了，知道吧？你说了给我留一点的，说话要算话哦。留，大家都做。然后早上起来刷牙有没有？姐家有没有早上起来刷牙的？说句啥？那样子的。我在吃饭。舅妈，我也要吃饭，你给我盛一碗饭好不好？他是孝顺的人，孝顺的人，我们应该还是要去支持他，对不对？孝顺的人，孝顺的人。舅妈这样吃少一点。哎，我舅妈这样子不好，我也要跟我舅妈说一下，来者是客，对不对？来者是客，咱们能叫别人少吃一点吗？是不是？那我就给那啥了哈，姐妹们。阿强哥在吃饭，我舅妈。这个腊肉好香啊！阿强吃饭，阿强跟我舅妈在给他做饭。阿强，好吃吗？阿强哥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吃第三碗了。啊，舒服。舒服啊。好吃啊。你们今天拍了的哈，姐姐阿姨们，今天拍了的，今天几号？二号，是不是？今天几号呀？二号、三号吧。二号。他明天还会来啊？他来吗？他也不是为了一口吃的，他是为了阿强。不会来的，他明天不会来。他也是为了阿强。真好吃，真好吃啊！拍一眼给大家看一下我妹妹好不好？不行，看一下喂。不行，我看一下。不准拍我啊！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是不是啊？大家都是朋友，看一下也没有啥的。那不行。阿成哥每次吃饭脸上都会有饭，就是他的每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他的脸上都会有饭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，他。每次吃饭都是脸上留一粒饭。还有没有？啊？还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还怕我去给你弄掉不成？打包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打包呀，姐姐们？今天拍的，明天都打包给大家发货的哈。什么时候回阿强他妈家呀？不回了吧？你不回，我带小米回去。我可以住这儿。对啊，他跟着我叫那个舅妈，叫舅妈了。那个小孩儿，他跟着我叫小米，叫舅妈了。我今天没开车上来，我可以住这儿。那你怎么上来的？你怎么上来的？我包车上来的。那你怎么不开车上来？你那天不是开车上来吗？那天那个路太陡了，我路太陡了。等一下，让阿强哥送你回去嘛。我是不送他的，待会儿你看着啊，我是不送他的。啊？我不送他。让不让阿强哥送他呀？没关系啊，你不送我就住这儿，我跟阿强哥睡。我阿强吃饭打包的是吧？什么？吃饭打包的什么意思啊？舅妈咋开在阿强那边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？你们都不叫我吃饭的，你会叫吗？你们就自己吃。不是你不饿呀？不送吗？让阿强哥送他回去啊。不送。不让他送呀？不是，这我们这边的路真的非常的陡，姐姐们，而且弯又挤，弯又多，他都不敢开车上来，知道吧？他有钱啊。哎、他有钱让我舅妈给我弄饭了，姐妹们，我舅妈看我坐在这里给我弄饭了，
看到没有，这是我们家的腊肉是这样子的，姐姐们看到没有，不像别人的那么红那么好看。嗯，啊，我舅妈给我弄的这个，我看看直播间有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的，直播间朋友们有没有认识这个是什么的，野菜，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，千万别让阿强送阿强，小时候还给他捏了泥娃娃嘞。我不送他的，他小敏是有钱的，他不是有钱吗？让他包车呀。哇，折耳根，竹笋，润发姨不是竹笋，折耳根，好多人都知道耶。对，这个是折耳根，也有地方叫什么鱼腥草。嗯，对的。也有地方说叫鱼腥草。哇，我吃的太好吃了，这饭菜我吃了。两碗饭，喝了两碗汤，太好吃了！哎，什么你舅妈做饭好吃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吃。桃花虫。什么桃花虫？又来桃花虫？哪里来的桃花虫？好吃啊！湖南才有桃花虫。消炎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折耳根消炎的，怎么嘛？慢慢吃啊，你别噎，别卡到了啊。嗯。哦。那不是石榴。没有的哈，姐姐们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我舅妈。谢谢舅妈。舅妈对你好呀。凉着吃，凉拌吃。舅妈对你不好吗？好呀，每天上都弄饭吃。可以的。太好吃了。我们是四川省的，四川。我吃的有点坐不住了，我要起来站着。你要不去躺着吧。我站着。就是这样，这个是酸菜，姐姐们。酸菜。这个是酸菜。这种肥肉是肥而不腻的，姐姐们。肥而不腻的，非常的香。你再吃两块腊肉嘛，我这还有，你能吃几块啊？三块，真的是吧，还差两块，等一下我这个还没有吃完，再加两块过来，我这个还没有吃完，你能吃三块，嗯，三块一，一个三两，三块的九两，没有，二两嘛，一块二两，三块都有半斤了，三块都有半斤了。你是嫌我吃的多了？不是，有半斤了，你这也注意点吃呀，是吧？这动不动的吃半斤肉的一餐。阿强哥是不是嫌弃我了，朋友们？没有没有，不漂亮的哈，我直播间姐家里们才漂亮，我。我的话我真的啥也不懂，我也不会打扮，说实话。我已经胖了。阿强来了，把这事解释清楚了，全部的脸色都好了，是不是呀？因为真的挺担心的，怕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啊？我问一下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你们当时担不担心阿强真的会让大家失望？担心的扣一，不担心的扣二。担不担心阿强真的做了什么事情，让你们失望，让阿莫也失望？担心的扣一，不开担心的扣二。我是有点担心了的。哇，你们这么信任阿强，我还是有担心的，还
还是有担心的，还是怕阿强真的万一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今天阿强跟我们大家解释完了过后啊，直播间朋友们，阿强哥都跟我们大家解释清楚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以后我们都要相信阿强，一如既往的好不好？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，陪伴着我们的姐姐阿姨们，打两个字支持，好不好？头上这个不是头皮屑，这是那个火的那个木屑，木屑哈、啊，火灰，这里是灰。嗯，对，灰。哇，我们兰姐姐在我们直播间买过26单东西，我们的如兰也在我们直播间买过37单东西。哦，我知道，要不这样子，下面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那个男朋友肯定好。哼，追我的人那么多，我才不要你介绍。朋友们，你们说要不要给他介绍个男朋友？我知道给他介绍谁了。要。要不要给他介绍个男朋友？要。要不要？要。要不要给小敏介绍个男朋友？要不要小敏？我有人追。我介绍了那个人也可以追你，是不是？要还是不要？我真的想给他介绍个。介绍给谁？把你堂哥介绍给他，小编，小编。有你好吗？跟你一样优秀吗？他能收拾人，他我是。跟你一样聪明吗？他跟你可不可以啊？你们说可不可以啊？给他把堂哥介绍给他，行不行啊？那得是跟阿强哥一样有责任心的，不然我不要。他有责任心。他跟你一样好吗？他眼里只有一个字，眼里只有一个字，钱。非常专一。啊、非常专一，那个字是什么？钱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行不行？可以是吧？肯定是不好的。兰姐姐，哇，兰姐姐，兰姐姐。你问朋友们嘛，朋友们都说他很好的。对，你问我朋友们，直播间的支持我们这么久了，你问他们这个人怎么样？他两个有得一拼。那他能跟他跟你比呢？谁厉害、啊？你好还是他好呢？各有千秋啊，我有我的好，他有他的好呀。那这个没得比较性啊。那得跟你一样，跟你一样好。他有的另外一方面比我更好，就是他很专一，他专一的搞钱。你没有他专一吗？啊，我也专一啊，但我专一的不是一门心思。那他会搞钱吗？他想搞钱，他搞得到吗？他想办法都要想搞到，真的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他想办法都要搞到呀，那不是一般的。那他比你有钱吗？他慢慢会有的，他是一匹黑马。那不行，慢慢是多久呢？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能不能介绍给他堂哥啊？那他长得帅吗？哦，是这个说，这个火苗都把你的头发烧了。哎呀！这谁的小孩？走开！这是我。他老在这扯我衣服上的珠子，烦死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说阿群茂堂哥帅吗？他问了，他说帅吗？帅不帅啊？帅了打个帅。不是，要不真的还是搓门下。我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。帅，你看嘛，都说帅，是不是？真的有这么好吗？真的。他们都说好啊，你阿群茂的朋友们不要骗我啊！你们不要合起伙骗我啊！他能收拾人。什么叫能收拾人？我要的是他跟你一样好。他有的，他另外方面比我好呀，他有的。要方方面面都跟你一样好。他方方面面有的时候我比不起他呀。你不要骗我啊！真的，他搞钱的这方面我比不起他。你一口一个。是不是朋友们？你一口一个，我是你妹妹，你不要骗我啊！他跟你反正是半斤八两的那种，他起码是八两，你起码是半斤。当真这么优秀？真的，怎么要不然怎么说？那跟我半斤八两肯定是优秀的。你斟酌一下嘛。我又好看又有文化，那跟半斤。你看完这里，朋友们都说，出名。不行，我得问一下，那你朋友们见过他吗？你这手机里的朋友们见过他吗？
见过呀、啊。那我得问，不行，我怕阿强哥他骗我。朋友们，你们说阿强哥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给你做好事了，你不听，哎呀！我得问阿曲墨这手机里的朋友们，在直播间里的阿曲墨的朋友家人们，你们说不要骗我啊！我上个洗手间再跟你说。他们俩给我介绍的那个人真的这么好吗？我上个洗手间再跟你说。你先跟他们聊一下。阿曲墨，你老说，真的那个人真的有这么好吗？朋友们，他好吗？他们说让你出来，他们看看你们两个般不般配。我不要。他非常优秀。他非常优秀，优秀。跟阿强哥比呢？嗯。没法比，比阿强哥还要好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法比。那你怎么不要他？是不是要不要他出镜？要的打个样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让他们看看你嘛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哼，我这张脸出镜是要收费的。收费。你这个人真的是吃饭满嘴油，你能不能擦一下？我在我家吃个饭还要被你数落一顿。小米，你出来一下嘛！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很善良的，他们给我。那你先把那个你表哥喊来，我看看有多帅。我堂哥他不在这里。堂哥喊来。他不在这里。要是没有阿强哥好，我不要。你是不是一提到是帅的，你都，我那啥呀？那谁不喜欢帅的？你身边没有男性朋友吗？身边没有帅的人吗？有啊，有阿强哥啊。阿强哥不是你的。那他也是男的，他也是我身边出现的。出镜要收费，和坦克挺般配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。堂哥有那么好，那出来看呀！我还不信，我不信，你都才这样，你堂哥能有多好啊？你堂哥能好到哪去？说啥不啦？晚上睡不着啦？谁晚上睡不着了呀，姐姐们？谁晚上睡不着了呀？我直播间姐姐们。那个女的出去看看，你不要对着我啊！你出来一下嘛！跟你讲，你不要对着我啊！她不愿意出来，朋友们，你出来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朋友，没什么的，真的。妹妹，出来一下嘛！我才不要！啊？你可请不请我出镜啊？那算了，我们不请你，我们不请你。阿妈。请不起他。哎呀，这个小朋友干嘛老是趴拉我呀？他这个他说他没有车，他说他晚了，他没有车，他我说让阿强哥送他，阿强哥不愿意送他。等下让阿强哥也送他吧，等下让阿强哥送他。这里有个小孩老是趴拉我身上衣服的珠子啊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我舅妈家的孙女。好烦啊，小朋友什么的可烦了。这是我孙女，我舅妈家的孙女。这是我大舅妈家的孙女，她在这小舅妈家玩。豹子粉真的对睡眠帮助非常的大，放心姐姐，豹子粉对睡眠的帮助非常的大。你们可以去喝个三五天，你都觉得说哎睡得要好一些了，真的。真的，那个刚刚那个腊肉很好吃，太咸了，有点，我有点口渴。你有点口渴。你让你舅妈泡那个。你都喝了两杯了，妹妹不能再喝了，喝两杯已经够了。昨天前天来的，他前天走了。晚上可以吃吗？晚上睡前吃，晚上睡前吃，真的对你们的睡眠睡前吃对你们的睡眠帮助非常大。
一天你喝两次挺好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直播间吃过豹子粉的，觉得豹子粉好的姐姐阿姨们，对睡眠帮助大的姐姐阿姨们，打个好字，让我们没有吃过，对它不了解，想尝试又不敢尝试的姐姐阿姨们看一下，给我们想尝试又不敢尝试的姐姐阿姨们打个好字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因为很多新进的姐姐阿姨们，他们不了解豹子粉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他想吃，他想要让他的睡眠得到帮助，他想吃，他又不敢吃，知道吧？看到没有，姐姐们？你们不知道它好不好，没有吃过的，你们看一下我们这吃过的姐妹们怎么说的。吃过的姐妹们，这是真实真心的回馈。我直播间不是说请的水居或者怎么样子的，哎，现在这每一个打了好字的人，姐姐阿姨们，他们自己都知道，他们不是我请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以为说，哎，这是不是你请来在这里说话的？真的不是的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 IP 地址在各个地方在哪里，是不是？没必要去搞这些不诚实的东西，做人要诚实，想要做生意，哎，想要善良，我们就要诚实一点，是不是？直播间姐姐阿姨们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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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对阿春墨真的一如既往的支持，一如既往的哎对我的鼓励，对我的信任，真的。阿强呢？阿强去上洗手间了，朋友们，阿强去上洗手间了，等先让这个妹妹和阿强一起去吧。你旁你。